教程，没看过成品的点击右上角，首先来找到阿元，跟他购买这个东西，购买之后进行锻造，然后找块风水宝地，然后拿出事先准备的板砖，摆放好之后掏出刚刚锻造的家具，将家具摆放在板砖上面。另一个板砖中心摆上小飞天的角色，想和你跳支舞，想我靠近一步注意角色需要在板砖正中间。对了，频道会员现金已开启，只需马币 1.5 即可成为频道会员，会员人数大于50人时会开启每个月抽出一名幸运会员赠送一张原神小月卡。好了，我们回来，将人物放置好之后，我们开始拉着这块板砖晃，把原神晃晕之后，我们这块板砖就可以重叠了，我们细微调整一下细节。好了之后，我们按保存，退出编辑键面，往刚刚的方向走，踏上家具，让家具往上升，当角色跟着一起上来时，就说明已经成功了。这个时候只需要等待家具降下来，角色就浮空了。今天教学就到这，拜拜。